骨头应该粗的。这么粗的脚咋夹上只有这么短啊？其实夹到人力差不多了。这个你们要怎么弄？送医院去还是怎么的？你们不能帮我们截肢的啊，截不了。直线这么办法？送医院去截肢。送医院。如果我们不养，你们会带走吗？肯定。那不然咋办？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是像这样让你们带走的话，我们让你们太那个了，就是太为难你们了。你们本来自己有那么多狗狗是吧？给它取个名字。我要叫你个狗。叫陶片。先不能吃东西。好吃的哦，哎，还好吃的。牙齿都落得歪的嘞，你东西给活一下。看一下啊，养了这么久了，养了这么久了，吓着了吗？好甜，之前都是邻居记得叫吧？这是我离他最近的时候，隔了一个玻璃。好甜，好甜，我还是戴了手套，我不戴手套。只能用这种方式和他相处。伤已经有一个月了哈，但是。他不跟我们亲近，一遛他他就会咬绳子。有点尿频。老平，听话。上次追他追了 一下午，脚受伤了还跑这么远，满城的捉他，终于在这个地方把他捉住了，三个人抬。我把这个拿掉算了。你看看，好了。过几天，然后他发现人就来接他回去了，我们也不是这样的，不识好歹。倔驴。